I'm saying 我奶奶、啊、我接受哇发达了好吧等着我们哦永远爱你永远爱你、欸、我们就都是录拜拜拜拜 Hello 大伙好这是小屋的日记时间我在我们的教室然后总决赛马上就要来了今天呢小屋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当一个记者给大家看看大伙都在外面干活好多人呢看我把谁逮进来等着是他唐诗逸是个特别不喜欢采访的人、嗯、然后、嗯、我今天把他捞了过来然后聊点啥唐总聊啥吴总这气势你看快点怪我快说说对我说的话我觉得从第一次进宿舍住到一起再到这一次来到这个队我们又住在一起我对我们五经言的了解越来越深怎么办啊还想说话都话说不出别夸了你我这个是采访别人的节目不是要别人夸我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舞台结束了友谊刚开始你看我的词唐思野我奶奶啊母亲你我以阿妮好了啦你、好油腻拜拜啦拜拜是他好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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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大家好我是大马徐梦桃我旁边的这位是中马吴谨言小马就出镜一下下一回来、主持人就变了对主持人就是我非常开心总决赛我依然能跟中马和小马在一起当然这个打扣视频我是为中马而加油的啊、哦，中马是重点因为我们除了花盆姐妹花然后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吴谨言值得拥有吴谨言我希望你们无论是乘风的他还是破浪的他无论是台前的他还是幕后的他都值得所有支持吴谨言的人继续支持他和爱他希望所有的浪花们所有的吴谨言的你的小朋友叫啥来的你粉丝们严丽儿严丽儿哎呀希望所有的严丽可以坚定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继续爱吴谨言好吗顺道也把我爱上谢谢来吧话不多说我要去其他地方搜搜了是他好啦我们的美娇娇登场了马上要总决赛舞台要结束了然后包括我们和萨克娇一块还有更多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还没有结束这只是我们、我们几个姐妹们的刚开始然后娇是越来越瘦了哈对这是我来的目标目的我不赶快在这个姐姐结束之前减个肥我对不起自己这一次就豁出去了阿娇露腿了露腿了露腿了看看吧尽量接受吧我第一次露腿惊艳所有人惊艳的扣一惊艳我自己拜拜啦拜拜啦拜拜是他 Hello 那个 Hello 萨萨你马上要总决赛了你有什么事情还没有想做完的吗还没有跟你说的吗挺开心的就认识了很多姐姐那其中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姐姐就是吴谨言同学吴谨言同学吴谨言同学我也喜欢是一个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那么多个姐姐里面直接能 get 到我脑子里面那种无聊的梗无论我说什么我都觉得好有趣
永远爱你。还有 ending 是吧？吓人不？还 ending 了一下。我的阿飞来啦！今天景言送了一个牛的睡衣给我，他说他想要让他睡的时候都要想到我。对，这个节目好像真的过得太快了，因为是由一些姐姐我从来没有合作过，我是想要合作的。然后我跟玉的姐姐们说，其中一个就是你，没关系啦，后面吧。就姐姐就是要看真诚，你挺真的，真的傻，真的二，阿飞真的美，二姐也来了，不去拍一遍了，你怎么那滑了今天？哎，昨天自己滑嘞 ，yes， 自己滑嘞。你们好好录，我走了。没，我们就都是发型没足，不满意。拜拜，拜拜。你怎么给我打 call？ 加油加油，吴姐加油！把我画到最好看最美。这些都是今天要用到的化妆品，因为今天要用这些，所以只摆了这些。还有今天要用的假发。现在我在酒店看好多花花，看谁？看一下这个，我今天的嘉宾是谁？我是这些唯一的嘉宾。也是一直的嘉宾，今天开心，今天是我们的总决赛了，然后现在开始化妆，自己的化妆，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化妆啦，不耽误时间，因为一会儿就要出，快化吧，快化了，快让我化妆了，快让我化妆了，加油！再给小吴老师加。号称号会脱落，对，会甩掉，所以先打一个底，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漂亮的发型给它剪。脸都这么好看呀、啊！哇，我们要现场了，打平！哇，好多人都已经到了。我稍微补一下，我们已经妆发完毕，都化完了，准备跟谢杰去总决赛了，加油！加油，再见吧！加油，干什么？加油！呀呀！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足到了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那李小吴有话要讲，那么接下来就迎来了最后一期，终于要结束了这个栏目。我知道很多人意犹未尽想看，但是这栏目就是泄露了我太多秘密，这栏目把我那个优雅性感还有就是温柔安静的我都破坏了。哼，马上就要去总决赛的舞台啊。你现在什么心情啊？很想见到观众，这次我很想见到你们，很想见到好多要来现场看我的粉丝。对，因为你们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其实跳舞跳到现在，唱歌唱到现在，我也没有遗憾了。然后很多舞台上面的风格我都尝试了，歌也唱了，然后这次还要挑战粤语。我觉得小吴该实现的想法和对于舞台的这种期待都已经大大成功了，没有任何遗憾。最想见到的就是总决赛的你们，我很期待你们的大喊呼叫。但是别忘给我投票。我觉得像一场梦，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走台时候觉得不可思议，从来没想过会有这样的印象，觉得像梦一样。每个人都有这种情节，对于 Twins 的情节，没想自己也能参与到其中。梦一场，我梦会醒的，但是这个美梦会留在我的心里。
我为了这次公演做的总决赛甲。这次造型还会有什么挑战吗？因为你每次公演的造型都好大的挑战。一个我很想染的一个发色，我要在总决赛这天带着这个颜色上台，就是自己想染但是染不了的发色。每一次造型就要感谢一下我们的王姐，抢！好，手刀停。你有没有觉得这三个月过得特别快？不快，这个过程其实我们都是每天踏踏实实去过的。我们的练习唱歌，每一宫的舞，每一宫的歌怎么练的，我都铭记于心，其实不容易的。轻舟看见两岸，小看山河绕，儿女情长梦醒又一朝。好，这样子吧。啊，我热，是，I told myself that I'd be okay.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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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I feel good right now. I feel good right now. 轻点灯，好。星星点灯，照亮我的清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好，故事唱歌。啊，噔噔噔噔。大笨钟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好，下一个有八球面。You met your man, man, man. 砰！砰砰砰！好！砰砰！啪！啊！看到未来。好，名字。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啊，落沙。我知道喷沙。好，接下来再往下就要去看小吴老师接下来最后给大家呈现的舞台。咋唱来着？哎，分开舞台 OK。Gotta do, gotta do, I gotta do, do, I gotta do, I gotta do, do。我的现在，我的现在就是未来，可是你还不明白。给大家浅展示一下你的粤语功底吧。哦，你傻咩啊？你讲咩啊？嗯，我啊，我爱你们。那就收尾吧，我爱你们就收尾吧。我爱你们，我知道你们会想继续看到这个栏目，但是呢，乘风破浪总归是要结束的哦。怎么办呢？你的舞台都在大家心里，还在大家心里。你的搞笑也都在大家心里。我搞笑在大家心里吗？忘记它，让记忆随风而去吧。记住那个安静、温柔、沉默。这个视频过去之后，小吴老师就是安静、温柔、可爱、温婉、性感，还有性感妩媚、性感妩媚。妖娆，这几个月要感谢大家，谢谢我的人人们，天天看我，给我的支持，对我舞台的肯定，不管唱的咋样，跳舞都夸我唱的好，跳的好、嗯。不过也是，确实唱的不错，跳的也不错吧。真的，乘风破浪结束了，后面的工作，后面的路我也会全力以赴，带着乘风破浪的精神，我会一路向前，勇闯无敌。拜拜。我永远都在。现在已经快天亮了，然后小吴的乘风破浪杀青了，毕业了，顺利毕业了，满分毕业了。然后这是我收到我粉丝给我的花花，一直会爱你们的。然后你们陪我的乘风破浪之旅要结束了，但是我们没有结束，我们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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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小吴和你们的故事一直一直到永远，好吗？收到你们的花花了，爱你们，爱你们。然后现在已经很晚了，你们陪我也陪了一整天，然后等我的消息也等了一整天。但是想跟你们说，小吴就是最棒的，你们也认为我是最棒的，就是最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成功毕业了，你们也
暂时毕业了。